咁啲添啊，你揸住啊！誒，你睇啊，先翻轉機啊！係啊，唉，揸住。我機我機唔聽話，我唔係機嚟啊！講咩啊？陣間喺七點呢度咧，就會有一個集會嘅，咁就紀念翻德國嘅柏林圍牆係倒下30周年。見到呢度咧，由晏晝開始就有一啲嘅市民就喺度砌咗幅牆，就係香港嘅柏林圍牆啦。咁就依家都仲係繼續。未完成的仲有些人仲繼續係喺上面係做一啲嘅佈置。現場是中環的愛丁堡廣場，在陣間七點鐘去到9點半的時間咧，就會有一個集會喺度。咁見到現場咧，都已經係坐咗唔少市民噶啦。
集會的名字就叫做東歐巨變30周年集會。在1989年的時候，德國的柏林圍牆是倒塌，這裡也有一幅是剛才是一些市民自己砌的一幅牆，上面都貼了一些他們的都幾一啲嘅海報喺呢度嘅，裡面有一啲嘅歷史嘅回顧。咁就寫住中共70周年大事回顧咁樣。大隻Due to unexpected circumstances, we will be pushing down the wall at 10 minutes after 9. Please keep a safe distance away from the wall and to be aware of falling objects.演講詞最後的是，30年前的歷史告訴我們，只有拿出
勇氣和膽識，才可以從極權的鐵幕內逃出，呼吸自由的空氣。當波蘭人民願意用性命建立團方良好特質，寧願多都不要少。但我總相信有點人有點義，有點瞻前顧後，杞人憂天。相信你不是懦弱，只是你需要多點勇氣和膽識。在此，我希望你們透過推到你們旁邊的這一縫鐵幕，找回對這一片土地的熱愛，令人佩服的勇氣和繼續前行的膽識。就好像列根總統這樣說， It is the time to tear down this wall。 30年前，是的，就是這樣。我報告去了，去看。佢仲要啲時間去推冧一埲牆，咁一埲牆嘅的確係需要時間。哇！香港，市民革命，光復香港，市民革命，社會抗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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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Freedom!
希望大家翻屋企會安全啲，多謝。